的，我们主体的背心部分已经完成了，然后要进行什么呢？袖子了啊。在织袖子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把这个鸡蛋挑骨头的这个环节啊，把这个环节一定要给大家拉出来详细的说，避免大家在织的时候踩坑。好，整个袖子的部分你看非常中规中矩，因为整件衣服已经很满了，尤其是下摆和整个领子的部分，所以啊要突出重点，然后小细节啊不相干的一些地方我们就不要再安排太多的元素了啊，比如袖子啊跟正身很简素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啊？没有安排花纹啊。好，整个袖子我们从袖口位置起针啊，一共起了多少针呢？袖子啊起了40针，然后织的是什么？织的是拧针的单螺纹。向上我们织多高呢？拧针单螺纹跟同学们顺便说一句啊，就是你织的过程当中所有反针不变，所有正针都拧着织，第二行不拧，第三行又拧，第四行又不拧，如此重复啊。好，这40针我们向上往返啊，环形一共给它织多少呢？10厘米。好，达到10厘米之后我们要给它改织成了星星针，明白了吗？好，织星星针的过程当中只要环形的一直向上织啊，在袖叶处在这个位置我们要给它有加针的动作，按照怎样的规律加的针呢？我们需要每14行加一次针，一共加4次，总针数多出8针来，这位置每次加了2针啊，2针2针2针啊，一共加了4回，总针数多了8针啊。当它的长度这位置啊这一部分长度来到32厘米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给它进行腋下的减针了啊。心细的同学现在用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袖子上找它的瑕疵，明白了吗？找到之后我告诉你解决方法啊。好，到这儿之后我们要怎样？我们要给它将整个袖子做一个腋下的减针，减5针，连前在后各减5针啊，也就是在加针点的这条线的对应位置，这边选5针，这边选5针，一共10针，给它一次性平收掉。平收掉之后，我们就由原来的环形织改成了往返织了，理解了吗？好，往返织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沿边沿的部分啊，也就是在我们的哪儿啊，在我们的起始针的位置啊，我们要给它进行减针。怎样的规律减的呢？我们需要给它每2行减一针，一共减12次。换句话说，也就是隔一行减一针，隔一行减一针，在它两边都这样减啊，一共减了12次。剩下的针平收，别收太紧啊。收完了以后，将另外一个袖子也按照这个方法啊完成。最后怎样？最后给它与正身相互缝合在一起。啊，那些找毛病的同学找到了吗？鸡蛋里的骨头挑出来了吗？没挑到啊，继续看袖子啊，我一边说然后你一边使劲看啊。好，袖子当与正身缝合在一起之后啊，我们要怎样？我们转战到门襟的位置啊，要给它干嘛？相互之间在这一部分啊扣上三个，系上3个扣子，缝上3个扣子啊。有同学说没缝扣眼，没织扣眼，没关系啊，这种根本就不用，因为它有着太有弹性的这种材质了啊。你只要拿出一根线来，往上用手一提，再放下，这位置就会出现一个孔洞呢。拉高，放下，看我手就出来了，对吗？直接把纽扣就扣上了。有同学说哎呀这太凑合了，我不要这样，我就要织一个扣眼。好了，你织吧，织完以后你这扣子要扣得上才奇怪呢。为什么？凡是啊织过毛衣的人，织过扣眼扣扣子的这种同学啊都有这经验，只要你是圆扣它老掉，但是这种呢它就不会掉啊，所以大家理解这点了是吧？好，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鸡蛋挑骨头的环节，我刚才给大家暗示了啊，大家看到了吗？在这位置有一道印儿，对不对？看到了吗？啊，这是什么？这是在织星星针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涉及到了环形织，就会出现这个印儿。
这个印儿是什么？是一圈完成之后，第二圈和第一圈之间的断层。你看，它是断开的。这个星星针、桂花针、锁链针、横条纹针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还要给大家讲环形织呢？因为有的是方法可以规避掉它，但是由于我们对这花纹了解的不多一些同学就忽略了这点。所以大家织的时候注意，这个花纹如果全面都是同一种的话，我们在安排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连接的断层安排在你修叶加针的这个位置，理解了吗？要安排在这位置啊，就看不出来了，理解了吗？万不可安排在其他地方。你看之前他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试图做过任何各种各样的调整都不行。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花纹特点就容易造成这样第一个方式，我们在完成环形的时候可以将这个整个的这一圈完成之后，要该完成下一圈了，这个点给它安排在绣叶处，这是第一个解决方法。第二，给它片状编织，理解了吗？事后再缝。你是片状就不会有环形的那个衔接点了，对不对啊？有同学说了，那片状织多麻烦，我还得缝呢，而且缝的袖子该变瘦了。没错，如果有缝的环节，你一定要留出一针的做缝，理解了吗？这一针做缝可别忘了，你是片状织，这边留你这边也得留左右各一针，也就是说增加了两针你在完成之后袖子的宽度没有发生改变但是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一定要缝得非常的紫密，用北京话说紫密，我不知道南方应该怎么叫北方应该都知道这个词，但是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是怎样叫它也就是在缝的过程当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假设这两部分我们要给它缝在一起，这两部分吧，我要给它缝一起注意进针你看进针的时候，你看我们从这儿进了一针，下一个环节我直接这样吧，看假设缝这两部分，你看缝的时候这样进针好，这进针完了以后，你缝的下一针应该在哪儿呢？看见了吗？下一针进针的位置，看从这儿和这儿，每一个针套按着顺序给它这么着缝，这样缝既整齐而且还怎样，充满弹性。因为只有你离得近，所以你没有必要再使劲拉紧线了，不要试图通过拉紧线来让你的缝合位置变得很整齐，因为那样的话你会将整个的弹性大大的都让你给拉紧了，都硬了，那块怎么拉不动了，对不对？弹性就降低了。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只要涉及到手针缝，千万不可以粗针大线，每一个针脚都要认真的离得很近，这样来缝合，记住了吗？好，小细节给大家讲了一个也就是鸡蛋里挑骨的这个环节，我们胜利了哈哈。好，下面呢都讲完之后，我们就给同学们来讲一下如果我是一个胖姑娘，我想织这一款的话，我要来怎样操作。首先第一边你们看130-140斤的姑娘，我觉得都没问题看底边不要再做任何调整了原款这个位置一共是起了多少？192针你这192针没有必要再调整了它就可以了。唯独是什么呢？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我们织完底摆之后如果我是一个高个子的姑娘底摆的长度也不要做调整，起针数也不要调整了，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极饱和的状态了然后我们完成底边之后，在这一行的范围之内要进行什么呀？一次性的减针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一行减针的时候，同学们注意原款才减到130针，刚才给大家量了它的直径量了它的胸围了130针，这衣服穿上以后，完成以后扣好扣子以后，才72厘米胸围，看到了吗？所以大家在量好自己想要穿的那衣服胸围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再把针数给它调整好。那么怎样确定呢？万不可去直接量自己去大家不要量自己的那个镜胸围是多少，量胸部乳房的位置看胸围更不对
量乳房以下，直接量自己也不对，要量什么？量你自己穿着最合身的一件有弹性的，针织材质的衣服。看那件衣服，我穿着最美了，我那状态，或者我有件衣服啊，就多了两三厘米，如果它再短一点，啊，它的胸围在那个，窄两三厘米就最合适了。好，就拿你看中的这个尺寸，你去量去吧。好，得出一尺寸，假设你量完以后用多少？90厘米。立刻知道了啊，我穿胸围90厘米的衣服最合适了。好了，我们就拿90厘米为例。好了，你看啊，原款这位置我们给它减到130针，但大家看啊，130针刚刚你已经看到了，胸围多少？胸围72，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给它立刻做一个数学题，小学二年级的数学题啊。我们找到计算器，你看我们之前用多少？130针，对不对？好了，130针，我们一共最后它完成以后72厘米，对吗？好了，大家看了啊，1.8后边所有的数字忽略不计，只看小数点后一位就行。1.8，这1.8是什么？是针数，也就是我们除完之后刚好1厘米的范围之内是多少针呢？1.8针内，得出这个数字厉害了。好，也就是说1厘米有1.8针，对吗？那你要织一个90厘米的衣服，胸围的衣服啊，我们多少？乘以一下你的1.8。看到了吗？立刻算出来。同学老问老师啊，我想织一什么什么衣服，我那针多粗，我那线多粗，我得起多少针呢？那些都不重要，任何人告诉你，即便是我告诉你，也是不负责任的。为啥？因为你没有用你的手劲儿、你的针、你的线完成那个衣服，所以你不应该懒惰，一定要织一下，量好它的密度，记住了吗？